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龙哥哥要氪金买双一了。大家知道第五人格联动伊藤润二后，幸运儿新皮肤双一和树闪之魂新皮肤十字路口美少年已经上线。我们看一下皮肤的价格，都是1388的回升，也就是138元。红蝶的白无垢要288元，相比之下双一还便宜一点，毕竟红蝶是女的，女人的钱好赚嘛。龙哥哥入手买了双一，因为原来还剩下35回升，所以这次充值了一个68、两个30和一个1，购买的回升加上官方赠送的回升加起来是1363回升，加上原有的35回升，共1398回升，实际充值了129元。入手双一皮肤还剩下10回升，会算账吧？是不是很有金山天分？根据官方放出的消息，联动伊藤润二的皮肤是限定的，目前开放的时间是从2018年12月20日维护后到2019年1月3日23点59分59秒，这是联动的第一弹，这个皮肤在后续的联动中还会返场。其实龙哥哥在购买双一皮肤之前也收到了官方大大赠送的礼物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个礼物是临时身份，使用之后可以体验任意一个监管者角色3天。第二个礼物是碎片，获得重复的道具时会获得一定的碎片。第三个礼物是记忆珍宝，可以打开第二季出现过的时装、动作等道具。第四个是临时求生者身份，可以体验任意一个求生者角色3天。感谢官方客服经理赠送的专属礼物。不过龙哥哥最期待的其实是联动伊藤润二的相关礼物，因为伊藤润二先生和龙哥哥一样都是资深的猫奴，抽不到联动伊藤润二的礼物就只好氪金了。双一版的幸运儿，龙哥哥马上要投入到实战中看一下效果。大家想看双一版幸运儿的实战效果，记得关注我下一期的实战节目哦。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，点击关注哦。